星门调度站，这里是摘星号，呼叫东梁四，准备进入星门航线。摘星号，雷达看到，轨道数据接收，允许规划交会。未来，人类发明了星门系统，通过人造虫洞扭曲空间，飞船穿越星门，可以瞬间跨越数十光年，抵达遥远外星。星门调度站，轨道数据发送，申请紧急，航道东拐两两，摘星号。摘星号可以进近。随着频繁使用星门，人们开始遭遇一种概率极低的事故。穿越星门的飞船如果出现计算失误，就会被困在星门之后的扭曲空间之中，它被称为星门深渊。这些飞船会被困数年甚至数十年，无法救援，没有幸存者。当人们发现星门深渊的存在后，为了防止意外发生，很多飞船上都配备了冬眠舱，万一飞船被困，船员可以进入冬眠状态，直到飞船脱困。但并不是所有的飞船都愿意按人数配置昂贵的冬眠舱，总有一些人为了省钱会心存侥幸，以为自己能战胜概率和命运。摘星号原本只是一艘货船，但是贪婪的船长违规搭载了远超核定人数的舱。现在我们被困星门深渊，却只有四个冬眠舱，而且更糟糕的是，飞船上并不是只有我们。
摘信号，摘信号，这里是星门调度站，你们的货物清单为什么没报关？再不抓紧申报，就取消你们飞行资格了。你们又偷运什么违禁品了？可别牵连我。什么你们呀？你也太看得起我了。船上装了什么货，可只有船长知道啊。还愣在那干什么呢？还不赶紧想办法！货要是出问题了，你一分钱都别想拿。现在想起我了，那奖金的事儿咱们得好好聊聊吧。姐，我们还需要排多久？30分钟，你们得快点，要不然我们的位置就要被占了。货舱里那些违章搭载的乘客可都是你找来的吧？有些人是图便宜，可有些人就……而且那个货柜你懂的。我会不知道吗？走，外面说。这回咱俩可得对半开了吧？哼，你这忘恩负义的小子！我都打点好了，调度站那边我收着呢。这么贵，还不如直接抢。你就别装傻了，虽然从来都是你吃肉我舔盘子，但那也是我的钱，赖账不至于。别忘了，你可是那个赚坏水手股密封罩的人，除了我之外，谁敢用你这个通缉犯？你知道我是冤枉的，还老拿他说事儿，有意思吗？你去查一下货舱的人，有一个刑天的家伙不对劲。哎，哎，哎，刑天？哪个刑天啊？你为什么现在才说？段子欣，老秦，嗯，机灵点，看看里面是什么。哎，好嘞。段子欣，是我。奇怪，明里花这么多钱。运个空的货柜啊！还追着我呀！我只是一个特派探员，你无不无辜是法律说了算，死了那么多老百姓。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无辜，那你就和我回去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你以为我想害死他们吗？我也想救他们，我也不想装傻。这次我不是来找你的。比你更危险的人，你就踏实当你的逃犯吧。
早就警告过你，可你偏不听。现在谁也救不了他了。刚才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基因合成的格斗怪兽，价值连城。那是违法的。废物，不然找你干什么？他失控了。现在航线有调整，不是在敲诈你们。你们可以不吃不喝，但是不能不喘气儿吧？别忘了，我们这是艘货船，额外的氧气配给我们是要从黑市上买的。啊？哎，不是早就说好了吗？你不能收两边钱啊！那你下船。哎，你什么态度？你们跟刑天是一伙的？我不是来耍你的，我劝你少管闲事。你穿越过刑天吗？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？别忘了，在船上是我说了算。我知道你们都是第一次穿越星门，所以听好了。为了保证所有人穿越时的安全，如果我说煤的颜色不是黑是白，你们就点头，别有自己想法，都明白了吗？告诉刑天，我要对所有人的安全负责。如果要抓那两个女人，别在我船上动手。叔叔，我们是要麻烦了吗？这个给你。我爸爸妈妈说过，如果有麻烦了，他就能帮我们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小多，这是你爸爸妈妈留给你的，不能给别人啊。水兽谷出事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和家人都死了，是我收养了他。现在我要带他去新世界，希望我们能在那里重新开始。心里不好受吧？提醒你一下，这种感觉叫良心不安。你认识那个小女孩的爸妈？你看到那个徽章了？他爸妈还有死掉的那些人，都是因为你当初撞上了蜜蜂帐，你这辈子都欠他们。偷渡这种人的活你都敢接啊？少废话，出发。
预警，预计碰撞时间120秒。陈星浩，你太磨叽了，赶紧把航道让出来。进取号那孙子要插队。陆明，不能减速，下一个就是我们了。警告，非法操作。姐啊，关掉警告。你们可别连累我，会被吊销执照的。非法操作。关掉警告。警告，非法操作。警，切换人工操作。陆明，输了咱俩就都完蛋了。记住，只要在天上我就没输过。那倒是，不然当初我也不会收留你。你真的有把握？别管数字了，这种事只有成和不成两种结果。老子在天上飞了这么多年，没人能加我的赛。全体乘客请注意，飞船即将进入新闻航道，马上会有机动加速。来，飞船即将进入新闻航道，抓紧，马上会有机动加速。深呼吸。陈星浩，再不停船我们就撞了。碰撞概率38%，42%，你必须要减速了。你这艘破船能承受多少加速度啊？它跟我一样硬。你住手！乘客请注意，飞船即将穿越新闻，穿越时间20分钟。全体乘客请注意，飞船即将穿越新闻。奶奶，你穿越过新闻吗？20分钟。没有。穿越开始。穿过去。
我们就到新世界了。到了新世界，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了。这次到底遇了什么，值得冒这么大险？有些钱能挣，有些钱可不能挣啊！年轻人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我辛苦跑船图什么啊？我生在地球，我可没有说要死在地球，懂吗？哼。你再飞五趟，就攒够钱给自己换个身份了。到时候你啊，哎。什么情况？导航系统掉线，操控系统掉线，动力系统掉线，人工智能掉线，维生系统掉线，中央电脑死机。船长，会不会是？刚才争抢航线时，穿越程序没来得及同步。原来设定的穿越时间是30分钟，1800秒。现在穿越时间变成了2.21秒。这算下来，我们会被困7年。7年，咱们熬不过去的。船上的空气和水不够这么多人撑7年的，货舱里还有一对偷渡的杀手，他俩为了活下去，肯定会杀光我们所有的人。刑天和他带的那帮人也不会束手待毙，到时候货舱肯定打成一锅粥。快过来，到这儿来，小多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得先干掉双子星。他们比你想的要危险，别冲动。那你别去。一会儿跟前我去。这是一艘货船，标配只有4个人，最大极限就只有1年。我们现在船上有21个人，也就是说，最多撑2个月。如果真到了那一步，我只求你一件事，给我个痛快。我是运气差，我认命。可是船上还有个小女孩呢，她。想要活下去，我们还有一个筹码。我们还有4个冬眠舱呢。那多出来那个给谁？不管怎么算，我们只能活4个人。哼，所以我们要先动手。我去解决货舱那些人，那2个女人你搞定，小心点。你们不能这么干。我知道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人，但你们做个人行吗？
那两个女人不是最大的麻烦。你知道货舱里还有一个生化战士吗？他是来抓双子星的，他的手下都带了枪。我们两个人面对他们一群人，无论胜算。我可以把货舱里面的空气放出去。生化战士在真空里可以活30分钟。这点时间够他把你撕碎3遍了。你一定认识他吧？你肯定认识他。那样事情解决了，我让他活下来，那些人他去解决。嗯，你凭什么在这儿决定别人的生死？这是我的船。你不能再错了，你起码让那个小女孩活下来吧。啊，谁能让我活下来我就选谁。陆明，这个时候你可不能心软啊，就算我不动手，他们也会自相残杀的。现在我们就是要找到那个能帮我们活下来的人。飞船上，你从天而降，可以救走一个人，可剩下的三个人里，一个到医院就能活的受伤士兵，一个有重要情报的指挥官，还有一个救了很多人的飞行员，你会怎么选？很难吧？因为怎么选都是错的。我不是什么圣人，我都不能算是好人。既然怎么选择都是错的，那我就选自己喜欢的。这一次，我替所有人争取一个平等的机会。季阳，平等，发生什么事？有人要杀我吗？
再冷静一下，听我们说。陆明，你说吧。我们被困在星门深渊了，要7年之后才能脱困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你想想办法！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就知道这破船里出事儿。是啊，想想办法。让他把话说完。你不是说过，如果我再晚点弃船，也许就会不一样。这次让我们看看会不会不一样。都怪我。以前困在星门里的飞船上的所有人都消失了，是因为他们为了活下去而自相残杀。现在我们的飞船上也有一对杀手想要走这条老路，但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相信彼此，阻止他们的计划，我们一定能找到让大家都活下去的办法。只要放出怪兽，杀掉其他人，然后调低空气含氧量，就够我们俩活下去了。姐啊，快把门弄开。船上有什么动物吗？火舞星那里没有，但是这个老东西肯定隐瞒了什么。快点到我这儿来，快快来，小心，快点。开枪了。慢慢走过来。别开枪，我只想活下来。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因为我有4个冬眠章。你们需要我的。
是什么？啊！你看，你看，是苏丽，怎么孩子回来了？爸，回来！爸，苏丽，安静。是基因合成怪兽，它不但能光学隐形，还能自动修复伤口。不管它是什么，它不死，死的就是我们。先离开这儿。擒贼先擒王，我去找双子星，你守住这里。这个怪兽是光学隐形的，等火炬点燃后，你就能看见它。跟他们浪费时间了，我来直接遥控怪兽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女船员先别杀啊，我还需要她协助我改造冬眠舱呢。他们马上就知道什么是噩梦了。送死的船票，要害死我们啊！阿紫，我要养家，我要养你啊！快跑！你在干嘛？怪物进来了！怪物进来了！你在这边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其他人都在货舱通道，我来解决。生化战士归你，我去会会那个生化战士。哎，女船员，要活的。只要是活的就行，对吧？
去寻文藏，我留下来干掉他。 抓你们还需要证据，现在省事儿。哼，我穿着护甲算欺负你？现在还省事儿吗？ 这就是你们这些杀不死的生化战士的秘密。我不但能自愈伤口，还能……怎么杀死那个怪兽？说！ 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从身上抽出来的军用纳米注射液。无论你受了多重的伤，只要没死，都能救活你。那你呢？你要再受伤了怎么办？你还是先治好你的伤吧。快饿死我们都得死。为了他，你也得活着。
这是当时的监控录像，有了它，你就可以游回清白了。起码你可以跟那个姑娘解释清楚。吉雅去循环舱了，你去抓他。那你不会要我空着手去吧？一个女人和两个小孩，任务很艰难啊。好，我可是把宝都压在你们身上了，别让我失望。那个生化战士得我们两个一起上，这个神经毒素能放倒怪兽，也一定能放倒他。小多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！我来了，别担心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有人来了，快进来，你们先走，快走，小心点。出来吧，这个地方有多大我会不知道吗？
坚持住，陆明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没有人能决定我怎么生，怎么死。他俩留给我，那个怪兽是双子星在操控。等我干掉他们，你就能炸死那个怪兽了。这个，希望你用不着它。你也是，只要活下来，你会赢得自由的。一会儿我们引擎舱见。人工重力关闭，即将进入失重状态。
要不是你很值钱，我很愿意免费把你大卸八块。我虽然输了，但是你们也没赢。这个老混蛋也有个女儿，这是我女儿30年前的照片。当时啊，我们两个无话不谈，她最信任我了。可是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，长成什么模样。你不觉得很残忍吗？残忍？我怎么觉得对你来说远远不够呢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起来，走，走。我没事，项链丢了，齐亚也被抓走了。只有冒着必死的决心，在战场上拯救过同伴的人，才能得到这个勋章。你的爸爸妈妈把这个给你，一定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的长大。别再把它弄丢了。一定会有人救你出去的，舱门会从里面打开，但你会是安全的。那你怎么办？如果你受伤了，他能救你的命。可你已经受伤了。那好，千万别弄丢了啊！快走，我一定会挡住他的。
活下来了。小多，有件事情我得告诉你，是我害死了水手谷的八万人，害死了你爸妈。幸亏你还记得我在真空里能活30分钟，看到小浩我就赶过来了。我还以为你迷路了呢。放心，他只是缺氧了，马上就能醒过来。怎么了？他的大脑受到冲击，陷入昏迷了。我得和怪兽重新建立连接，才能唤醒他。那我们怎么办？那个飞行员和生化战士都还没死，你要是不帮我，现在就死定了。好，那你要我怎么帮你？这是神经毒素，把它打进怪兽体内，等它麻醉后，我们就能和它重新建立连接，我就能唤醒它了。生命危险！你要干什么？警告：接受治疗者生命危险。我能活到今天，警告，靠的绝对不是运气。接受治疗者生命危险。
干什么？船长刚杀了双子星，现在神经毒素在他手里，这是杀死怪兽的唯一办法。我们现在只剩下五个人。罗明，如果你想他们三个活下来，你就要去杀掉怪兽，否则大家都得死。你选一选。你们这种人血流多了也会死，你老实点，不要浪费陆明给你的机会。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哎，该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马上重启 AI 系统，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。
我已经知道你的答案了，你想听我的答案吗？我会让那个受伤的士兵代替我，带着指挥官逃走，然后我会留下来，和那个拯救了很多人的飞行员一起，去努力拯救更多的人。如果你受伤了，他能救你的命。那好，千万别丢了。他已经死了，不会疼了。现在船上就剩下四个人，接受事实吧。AI 是不会错的。你就让这个孩子为他做点什么吧。相信希望。来，走吧。我祝你在往后的每一个夜里都能听见他们的尖叫。在这世界上，遗忘是很容易的。我不想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。
醒过来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好消息。受伤的士兵代替我，带着指挥官逃走，然后我会留下来，和那个拯救了很多人的飞行员一起，去努力拯救更多的人。七岁了，可你还是七岁，好玩吗？嗯，不过这个飞船上啊也没什么好玩的，所以你也没错过什么。刑天，你个臭小子，看见没有，这都是我种的，飞船上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，只要调低空气含氧量就足够我活七年了，等于我一直住在低含氧量的高海拔地区，很快就习惯了。老东西，他们有人找回了家，有人找回了自由，有人找回了希望。可你呢？希望将来坐牢的时候，你女儿会来看你吧。季雅，虽然当时你以为我死了，但是我其实听得到的，我很高兴能听到你的答案。我之所以坚持下去，就是想要有一天亲口对你说，我们选对了。小多，你说的话我也听到了，永远不要放弃希望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坚持下去的，因为我答应过你们。新世界再见。